还要大字哦，还有在上面，大价能发的哦。来，这几天贵，你都没刷发。两箱青鱼片，明天乌日哦。你那边你明天乌日，你明天乌日要两箱青鱼片哦。确定吗？我来五百了。我本来我爸过来。你明天乌日要两箱青鱼片。如果你要两箱的话，我现在就要跟他讲。如果你明天要两箱青鱼片的话，我现在就要跟信宏讲。我现在就要跟信宏讲。龙华，虾仁要。虾仁要。虾仁要开几盘大虾？好，我先帮信宏讲。有人要鹅啊？鹅啊，两百几百块我。OK， 我先帮你讲。来，一百块要吃鹅啊，五个人给你。你那不叫不爱吃鹅啊？来七八块了，我知有人无要含嘛啦，无要含嘛，你煮好啊，蒸好个，来七八块来咯。你到底是不收尾个啦？你啦。来七八块，剩两个人去煲啦。来一百块，刚刚买了吼，刚刚有了吼。啊，谢谢。来。来先啦，买虾仁来紧。来虾仁。虾仁开五百，七八买来三百块完了。来虾仁来三百块来虾仁。为了要吃虾仁，你动作快。小姐，有人点啦！来三百，我来五个人去吃，变来四个人去买。当然咯。哎，这大只啊，要差不多啊。我们两个，来三百，我来一个。太牛了！谢谢，我跟你讲一下，我有朋友等你。拜拜。好，那没有了。三九八。你这边休息了哦。哎，好，帮你讲了啊，叶子帮你讲了。哦，大草虾哎！哦，大草哎！无啊，黑鱼无啊，三个人去买对。我叫你姐啦！哈！哈！哈！啊！小雨呢？话咧，你不会，你还帮我演姐呢？小雨，别吵，我听见了。你吵伊啦，我听见了。对啊，阿哥对啊。来啦，迄三个包来，牛二两包好了，牛二两包好了。牛二两鸡腿排。帮我拿鸡腿排啊！来这边，来来，不客气。一堆来，你是啊，为外面在喷的，你是哈罗来，牛二两三不关的，牛二两卖掉了呢，谁没有买到拿到牛二两鸡腿排？对啊，你买几条？都买掉哦，我有阿妈牛二两鸡腿排，都买掉哦，对啊，有啦，来，阿要吃大尾草的，有人要吃无？三条，讲三个人去尔，钱嘛给你。大炒虾，大不客气。我刚才直接跟信宏讲，因为怕他没看到信宏。我赶行情给，赶快三个人给这样开始吧，来三百，300块来一人一份，来后填进来。超黑的。好，没有了。三个客人刚好赢了，大只超，这超黑足贵啊不？超黑的。好，趁阿黑别人的哦。哦，对对。趁阿姨500块来，给你，500块来。这里很想看到超大块的哦，也会直接做大台哦。这个就要开300块哦，来为500块几个过来。过去啊啦。什么事啊？没事啦。来500块得了，我还没吃饭吃。来，500块来七点多哦，来500得位来500块，来三下尾得了，拢我你拿啦。好啊哈，一下位来500块来。来，你要几份？一份就好了哈。来，我把最后一个客人，尾的500块，来前面小姐要来。来，阿虎来后边。笑。来，我落脚。笑。来。哈哈哈。Hello。来，后面小姐，阿虎来后边。也右后方，走到。来，你来找那个阿虎啊，阿虎啊，就是我们的直播主。来，他为人很好，对，每一天的钱都没交给他交，都没交我玩的。哦，所以你得心地要善良，热心热心公益。那好了，麦基，无啦吼，我带你干活，来刷点钱没啦。来，鳕鱼没有很多了哦，鳕鱼快卖完了哦。小鱼真的快卖完了哦！来，我们这样，每1800来500块，来算你500，贵哦，贵也有来4片，来5片给你，来500块，我再打给你500，来来算你，那得要你900块呀，500块得9片，6片900不用500块就好了，来6片，
来，给你，来鳕鱼丸，啊，前面请后面他，好，我给你画，你包切开，哎呦，有人要肉，吃啦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来这个鲍鱼泥，我跟你讲，我卖你这样真的是世界便宜了，你不会好，爸爸给你这边好几咯，这当猪腿，这当猪尾哥。 家人来这芋泥只要包加来，有要吃的人包一公斤，这蒜泥丸包，开始蒜泥来蒜泥酒类做的，啊来这鲍芋泥多加春江两个啦，我恁大家欢喜一下，无啊啦，真的没有了。好好吃的。哎，别，有够好吃，真的，一不是几块，我是芋泥，来，金龙三十五粒，七七人客，两包一公斤也袂记啊，五块袂，两包来一百了。阿三，四，好甜啊。安尼有够无？几个？你说几个？四个。 好，那你给两包吧。来找九百。好吧，四个确定了。好，那就没有。两包一公斤，我好像卖错，哎，你敢能包我大哥啊？包你。包吧。那我要两包一公斤，没七八包，跟他怪怪。我这个月哈。跟来这包包包，我啊两包嘛，不可能没你。好呀啊，今年那边，今年就没有，那就那更晚年了。哎，三百块的完了。来这边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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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小光，谢谢，谢谢。 来，鲑鱼要小块啊，哦，小块我喜欢啊。来，鲑鱼有水吧？有水的。哎，小卷哦。超大块的，来，不要买一千啦，鲑鱼今天要吃的八百、七百、六百都不用，来五百块我。三的、四的，五百块来，好给我滴，这两个千二啦，来五条哩，那这大条就惊死人。来，鲑鱼500块，动作快啊，鲑鱼。 来，我爸过来，要买的要快，真的卖得很便宜，一只鲑鱼又大条，真大，可以用掉。来，我爸过来，来，两份。来，我爸过来，来，两份。来，我爸过鲑鱼，够两包宽条不？今天今天这只鲑鱼，做做卖，还没弄掉乌龟。来，鲑鱼过来，来，我爸过来，鲑鱼五片哦，五片哦，不是四片哦，不是三片哦，来，500块都拿到鲑鱼了没有？都拿到了哈，鲑鱼，我爸过来，谢谢啦。 小哥来，小哥来，表姐，蛤蟆给表姐来，啊，表姐包物件无？无呀，阿你蛤蟆好料。来，阿小哥来，哇，蛤蟆，今日特别紧的，不会太小，也不会太大，中中就刚刚好。这当行行上边上好吃的，来，五个人加买一半，四个人加买两百，变来来七八块了。我要进蛤蟆，可能卖七八。来，我见到大家拢买，叫我等一下走人。 来，蛤蟆100块，来，赶快，几百块呢？来，这边400块，谢谢。阿嫂，等我一下。来，蛤蟆100块，够了没？吃蛤蟆哦，拢完了，6个7个，来，这一排4个而已。哎，一寡些人，给拿小蛋姐，我一送我杯，一粒饼啊，拜托。来，小哥阿妈要一千，小哥阿哥拢一粒无啊？拢好一寡完了。来两个。小哥阿妈要1000啊，免800，来500块，来小钱，无大尾啦。 哥吼，哎，这个小哥，卢大伟吼，行台哦，这个关系很好，卢大伟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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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台哦，这个关系很好，卢大伟
吃吃吃吃，这两拢吃吃，你看，拢做水这种哦，这种搞吧哦。谢子安要干嘛？谢子安，谢子安，谢子安。小笼包馅饼有卖吗？馅饼刚才有，小笼包。馅饼不知道还有没有哎、欸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来，小刚，馅饼今天有带，但是不知道卖完了没有。谢谢。哎，大要来提啊！啊，小笼包的话，我问一下哦。来，喂，主公，很聪明啊。来，我买到了，太高了。没了，没了。
一边十克啊，一边十克啊，黑啊啦，来，来个钱穿捞出来，拜托诶，包，你结出来，500元，530元，你结出来，我葵花鱿鱼啊，汉哥，好，来，别爱三龙虾盘啦，小笼包今天刚有，今天刚小笼包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小笼包，来，这阮香港的朋友在卖，杜文哲，你听到吗？麻辣锅底，这一包好吃哦，这一包他们鸭血里面的鸭血哦，这包里面165块台币啊，不是港币啊，台币，一包165，但是一定要给料的啊，因为9月16，伊收万载来啊，我讲你叫我卖这，我是了钱的，伊讲没关系，卖掉就好啦，量大，一包要80块，但是你要想清楚哦，9月16还有2个星期哦。你吃得完你买，你吃不完你送回家，还是你要吃你给冰的，冰的就没时间的问题了，两包给你100块，要雪冰的不好吃，三包给你100块，谢谢大哥，买一个就够了，4包给你，还是100，我还是觉得赶快吃吃啦，不要冰了啦，不要冰赶快吃，因为鸭血冰过后就没有那么好吃了，5包给你，那你吃有通吃，可以当送人吃来，6包给你。我3个，100块，锅底6包100块，我给两只条纹，我给你位，杜先生100块。啊，我那有多钱后面的？6包100，笑啊，你黄皮皮。可以放。6包一个人都6包。来找是吧？给6500。好吃的麻辣锅底，麻辣鸭血锅底，100块啊。我给你6包，我跟蓝6包哦，你没有听错，赶快买，那时间自己记好就好了。如果你真的吃不完，你可能包邮箱，你尽管到家 ，OK 不问题。你1包100啦，我6包卖你100，这是不可能的代志，这真正是不可能的代志。都别了钱啊，不给你了，你吃爽好了，真的啦，这个没有那么便宜的。外面已经上高叫了呀，像啊，七月结束啊，你买好白叫好无？哎，叫起来，这今年大是更多的问题。来100拢完吼，谢谢，赶快收起来。来，老板。你问我多少？请问干啥？哦，夭寿，比他大哥大只。比刚才还要大，来看好，看好，这大草虾更大哦。更大，我唔知道后边阁有愈大只来。两款三个人加，但是这一份就要买1000啊，唔免。这一盘一样3个大草虾哦，非常大只，超漂亮的。这样开高800，把三个人加买只，来500块。500块。一样3个而已，一样3个，最后一位了，大草虾500块，哦，赚不啦？三个人加帮我分到边这只，来。阿三，等一下，好了，好了，再包，再包。他们二拍子，不好意思。这乌龙茶。我想尝哦，我没有乌龙茶，我那乌龙茶。C S P N 是谁？金轩啊，乌龙茶。你现在出发 ，OK？ 谢子安 ，OK？ 他闹起来了，很好啦，很好啦。哎，有一个，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有一个人说要4箱鲑鱼尾有吗？1箱哦，4箱，四箱，明天4箱是明天，不是今天。四箱是明天的哦，没有，不是今天。你说礼拜天不是礼拜天。龟头鱼啊，上来公龟头鱼啊。谢子安，4箱鲑鱼尾是明天哦，不是今天哦。然后再讲，荷花鱿鱼来200块，4个客人，赶快。4位而已，只有这一盘而已。你是台北市的对吧？阿龙啊，阿姐，你1000的找600，明天对，明天。来，蛤蟆包好了，赶快给我。不是今天哦，鲑鱼尾是明天哦，你的鲑鱼尾是明天哦。我收到的讯息是礼拜天。蛤蟆，请不讲蛤蟆。所以今天没有4箱。我跟他讲了，我跟他讲了。来，甜品姐，你头前找料没？我来，我这边再来哦。来，刚才有买蛤蟆的来这边，来谢谢你。这蛤蟆还蛮大个的哦。哦，来，啊，安全呀。这个鱿鱼我也搞不过来，哎，那你等一下过来就是看有没有馅饼这样子。你短点。哦 ，OK。这大只鲑鱼下去切的，才有这么大块。来，这两杯酒，甜品姐，中秋节快乐，明天见。甜品哥，拜拜。哦，都飘，都飘飘的，都飘飘的。天兵哥，来300块，来300块，来，记得了，别搞错吧。
所以我卖你300斤咧，卖个卖个宽肥地啊，来300块，这两只去哦，你只有十只鲑鱼，500买袂着，来300块，等下天天看，打天三毛九五个。鲑鱼真的很漂亮。来300块的鲑鱼，来个人无买着嘛，鲑鱼300块。快点来，就卖完了。鲑鱼够啊，鲑鱼够啊。鲑鱼真的很漂亮。来300块来鲑鱼，来300块来100块。有有有，还有鲑鱼，还有鲑鱼。来大炒虾来了，来小姐哦，来大炒虾，欢迎来，来大炒虾，来过来，谢谢。来虾啊，我来，大只虾啊，你几包啊？还有吗？可以来，有，有。你几包啊？来哦，包装好了呀，你快进来。来，有买过我们家的小香肠的，不用举手了，不用举手了，这中秋绝对含无够。啊，不过我无要卖你足侪钱，这样买一个700块，几大块来？几条？不是7条呢？7条100块，行情价8条、9条、10条，一个13条、15条，才700块，100块来。脆皮小香肠非常好吃，100块，这有期末一定会再买啦哈！来700块来，赶快小香肠700块来，大哥来，快点！100块来，有，等一下再拿，等一下再拿，没关系。来，小香肠花烟肠，你想买啊？3个是加那个烟肠块的，1、4、6、8、9，叫我烟肠红啊？好呀。咱那也要买烟肠呀，十二个人给啦，一个人15条，就不如说最高能换烟肠了，超好吃的，而且15条100买不到，哎，15条是包我都可以买。蛋姐圆顶爱背，他说你背很沉，蛋姐啊，刚刚就快好，大海还要搞啊，海啊，还有黄鱼，还有黄鱼，不搞不，已经买10盒啊，他已经买10盒在后面的，我们这个大哥，大只的哦，大只的哦，1盒300，买只500块完了，500块来。大白虾已经100了，买8盒啊！今天摆过来买10盒啊，5002盒600，来500盒，500块来，这样炸2盒，等于行等于三盒，2盒啦，3盒哩，来500块来2盒500，2盒500，你别走路啊，帮你 ，OK， 又来500块来，大白虾来500块，500块够了，都关掉不？关掉海贝，拢关掉嘞。拢换吼，拢换手啊吼，啊大官呗，乖哦。来，哥哥，准备啊。你准备加1000呢？无啦。哦，无哩。来黄鱼，跟小姐都好。来黄鱼500块来见。太好诶，太好诶。我卖哪？4杯哦哩，6杯哦哩，太好了哦。哦，头前收，你收一个。8杯哦哩，食爽快来。啊。两个也不好意思，这个都发好了哦。爱生妹妹的，今天痛啊！好，收着，好，听着，好来。你今天做好大意，你今天做好大意。哎，我这边上。花枝牌。花枝牌无啊？这摆我无卖花枝牌。乖，乖，鞋挂对啦。来个2包啊。这条钱还卖不卖？我已经做干过啊，你那个没上来。有，哎，我卖完了没？应该还有。你买来啊？应该是。蒜香鸡腿排哦，这是中秋才有，来小哥卖几千卖8000。等一下问一下，帮你问一下。我不会掉这里啊，来500我小哥，无大买，但是大买拢搞足足，足边的来只500，只600，来只7买哦，我食一个白小哥来500块。这行也好，这差也好，小哥拢卖了吼。青鱼片够吧？有有，来给君摆来啊！有青鱼片还有，来这个我们平常时没有在卖这个，但青鱼片，青鱼片它只有一种赛品，它只有一种赛品，1包100啦，哦，这超我一有五香，它有它是蒜香黑胡椒口味的鸡腿排，我不然，来一个赶快加十一等一斤，来300块，我一个加。2包哦，一个人10只给你用烤的、用煎的、用气炸，不免3包。来2包完了，进来来蒜香黑胡椒鸡腿排来，200块来。这平常时啊，无这个烤皮人袂灵。来200块来，蒜香黑胡椒这个肉烤非常香。来200块来，边啊帅哥来给，来蒜香鸡腿排，来200块，这不啦不不啦，你当行你当煎你当气炸，我来200块得。个人要吃蒜香鸡腿排，赶快哦，1包5只，2包是10只哦，来200块都拿到了吗？蒜香鸡腿排多少钱？请讲。
好来，阿要食鸡头，阿边见咩？拄啊，上咧问鸡头的。你不甲讲话啊？我有讲。啊来。啊，你不甲先收一千块做听听。没有，我讲了。鸡头来，今仔无大粒，无大粒。但是你也要喊啊，我讲这鸡头来行，较结实，愈大粒愈歹行。而且你要煮米素嘛会使，要烤嘛会使，要煎嘛会使，一粒就二啊五啊，然后要吃开五百，要开四百，来三百块啊，两粒无哩，来三百咯，一粒搁吃哩，三粒无哩，唔免五百，来三百块咯，来要出几块啦，谁要出啦，来大姐要出啦，再送你一边，来七百块哩，来三百块都几套，还剩一箱几套呢，无第二箱啊，来三百块都几套。来只三粒五百，三粒俾你三百都送一票。来三百个龟头，来先咩啊？交就赶快哦，龟头三百块而已。来三百块俩，第一关来，来安排。来三百块都龟头，来最后两位了。刚刚就人打。没有龟头了，拢中午啊哈。来谢谢。上面加薯条啊。点啥位？几斤牛？不是要吃薯条吗？来两个客人。